让爸爸做。好，这样。不是根而已，是一大坨。要这边好还是那边？它就是有太阳，但是逆光。哇！你要走正中间的。你要走正中间，我会怕。李小刀，你不会怕吗？我会怕，因为我喜欢。啊？下面有溪流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，下面有溪流。嗯，超级美，你看我接下来又回来了。好吧。你好，看到没？走上来，走下去。真的，这块石头漂亮的。更近的啊，还是靠一排啊？这样才，你要再走过去的啦，要这样才拍那个，来，这个拍得起来。干嘛？扶哦，还是哦？来，靠一排吧，来，靠过来。小拉觉得走得如何 ？OK 哈。小波，我脚很累。啊？我们没有走多少路哎、欸。要赶快到山顶。来，我们转过来看一下。哎。那他说晚上才会给我们房卡，对不对？对，晚上才会有房卡。晚上是什么时候？不晓得哎、欸。因为那个旅行社的人，这个东西有。妈，啊？这个东西有。
像有那个啊，你等一下看一下，它不是有个入口吗？还是那是水管？那是不是水管？最好是硫磺气，可能以前是，现在就不是。你看里面都很脏。也许以前是，但现在可能又没了。这个东西都是要保护食物的，来了，什么像我刚听到什么热吗？